那个衣袖撑开我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哎呦，蝴蝶，蝴蝶，凯乐姐姐，凯乐会不会？哎呦，哎呦，还是 Janet。Janet 最近有剪这种短头发吗？真的吗？哎呦，哎呦，厉害哦！哎，请用一句话来形容你跟汉典哥的感情有多好。我们每周私约一次，偷偷约一次，而且我们可以互相吃对方的口水。很亲密喽，人吗？吃对方的口水。Oh my goodness！ 一般要很好，有一起喝过仙草蜜吗？哎，哎，好像有哎。哦，我已经退火了，我降火了，厉害了。你有可能是谁？你觉得？仙哥，哎，我还要继续再猜吗？现场就已经没有人在那边了，再猜吗？你们不能说愚人节过了之后还要整。那如果是他的话，会不会很不吉利呢？我很紧张，你知道吗？欸，真正是沙耶精，你看都是正点的。沙耶精，一个口碑来啊！好，观世音菩萨，沙耶精一个口。露露，露露，哎呦，哇，哇，出中招哎！哇，来，出中招哇！出中招，不要这样。先不要了，不要这样子，不要了。陈，仙哥，仙哥，你不要讲，我告诉你。刚汉典很紧张跟我说，哎，我坐在这里真的很紧张。我说紧张什么？他说我怕我真的对他有感觉，这是品味的问题。品味问题，品味的问题。他解嗨的。对，我现在正在压。压什么压？他们要我问说有没有对彼此有过心动的感觉？答案是没有。好，其他问题。谢谢，没有。好，谢谢。没有，总会觉得说汉典哥什么时候是最帅的？哎，不是啊，他有的时候有，对，有一个 moment 一周会一次最帅。漂亮，就是呢，当他晚上去找鬼鬼祟祟的帮我找到我最心爱的咸鸭蛋的时候，哦，因为他喜欢吃蛋黄，我喜欢吃蛋白，他喜欢吃蛋白，互补，我们俩互补，我们会帮彼此找这个蛋，晚上去找鬼鬼嘞，哎呦，把门打开这样，露露，我找到咸鸭蛋了，来了，哎呦，厉害，你吃蛋白，我吃蛋白，哇，吃蛋黄，哦，咸鸭蛋只吃蛋黄，嗯，哎，那个茶叶蛋只吃蛋白。好啊，为什么？没有，因为你们的东西没什么好聊啊。这么无聊。我们宁愿聊一点蛋。对，因为蛋一样。祥师献瑞，不对，这不是祥师献瑞，人家是认真跳的，对不对？像熊。我真的很认真，因为表演前呢，我已经大概喝了大概两罐酒，他也喝了，我也喝了。不是，他们喝了会摇曳的，他们不是祥师献瑞，他们是祥师献宝，好吧？来，哎，耶，哦耶。It's all the way you look at me. Oh, it's only for the one I see. V is very, very extraordinary. E is even more than anyone that you adore. It's all that I can give to you. Oh, love is all the world needs.挡一下，
血气方刚啊，品味品味啊，不行了，啊爆妈妈 ，OK OK， 哎哎坐，哎哎哎坐着防卫，坐着防卫一下，来啊，真的受不了，真受不了，这样这样这样，哎，哦，哎来来来来来，尽情开，哎哎怎么样？要求，要求，赶快动一动，赶快动一动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让火，让火稍微退一下，退一下，要求。好，来，温迪老师，来先帮分析一下哦，疯掉，疯掉了哦，汉典他是比较听觉性，因为他刚刚一听到露露只要有气音出来，气音出来，他马上就飙高。但是呢，真正露露走到他面前的时候，他没有反应，没有反应，没有反应，忍住。不要互相伤害，不要互相伤害，但是正常的。但他有反应，反而是两个 dancer 的。对，是我压得很难过。哇，露露哪有两个？没有，我刚就一直看那两个 dancer， 然后我跳起来好有感觉，然后我才受不了的时候，我就赶快配一口露露。一口哦，笑露姐，笑露姐，这样大家看。